欢迎大家来到 YY90098 收看了一个直播鉴定。这今天是2月13号，刚更新完。然后这个刚更新完之后呢，这个 NFA 公司出了这个剑灵里边的一套第一套情趣内衣。教父啊，教父，你能不能啊，你能不能给你那个帽子，你给你的帽子摘了行吗？你那个帽子太长了，老蹭在底下那个裤裆里，我操！要就是这效果。你妹呀！这样，优酷网会不让我上传的，这是网络低俗内容，好吧啦。这个衣服是有两套啊，一套白的，一套黑的。这套白的衣服呢是比较这个纯洁，看了有一种想扑倒的冲动。当我们把那套黑色的衣服换上之后，我们有一种想被推倒的冲动。我没有隆胸，这件衣服是那个束身衣啊，把胸给脱起来了，这里有个胸托，是不是里边可能有个 new bra？ 我这个我就怕我这个什么这个突然跳得太猛了，然后突然就崩出来了，你们崩出来了，优酷网他就不会给我通过的。好的，这个我们再换一下那个黑色的衣服哈。